四平精密科技公司年度优异合主奖助学金颁发，在去年何必定公所举行。除了展现企业回馈地方以外，店长阮浩全嘛希望所有优异青年良性循环，带动社会向上提升。四平精密今年共计颁发高中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在地成绩优异合主42名，总奖助学金达到19万元。再去由何必定长阮浩决甲四平人员共同颁发，予所有认真的合作上好的鼓励。今天是我们四平公司来颁发我们学生奖助学金，然后我们学生们在我们平常的一个表现，在学校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，所以说我们四平公司也在地的企业回馈在地的乡里。然后，今年是第7年的帮助我们奖助学金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学子们能够在学校的一个肯定，也在外面的企业的一个肯定之下，能够认真的在学习，在求精力，在求精，然后也希望说，借我们四平公司的一个鼓励之下，然后我们学子们在以后出社会，能够在企业有成的时候，能够再回馈乡里，给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。然后，就激起所有优秀的学子，接受在地企业无忘记你有一天要回馈乡里，让整个社会朝向良性循环，带动社会向上提升。新中华新闻江台金何美采访报道。